开始了吗？开始了，有应该在等一下才会跑人进来。我们今天很难得有准时。对啊，为什么？啊，我好像知道。不好意思，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比较闲。哦，对。有了，有人进来了。Hello。今天好热哦。今天就是一个天气开我们一个玩笑，28，但是好在我昨天有先看天气预报，所以我今天就没有穿外套。是穿对，我今天大家有觉得很热吗？裙子，今天有吧，热死人了，反正。嗨，蒋安，今天又有一个秘密要告诉大家。刚刚 Anna 还私讯我说，你要告诉大家什么秘密？就是今天又有人缺席，就这个秘密啊。Hello，Hi Ruby， 好。我想先闲聊一下天气好了，因为你不觉得天气跟穿搭有很大的关系？有啊，像现在我们虽然卖的是这礼拜卖的算是冬装，但是其实我这套就是这礼拜上架的新品，是可以随着气候去变成比较凉快一点的穿搭。因为其实现在已经是秋冬，可是有的时候偶尔就是会突然这么热，对，然后我就，然后通常这个时候刚好都要直播。然后我就想说，到底要怎么？哇塞，天气都不站在我们这边。但我说到底要怎么搭配，到底要怎么办？今天好准时，对，所以我们今天就临时换了一个比较凉快一点的穿搭给大家分享。所以今天就是穿，也没有到很凉快啦，当然没有到很凉快，就是、不要太厚的那种毛衣的那种就没有，就是简单的帽 T 啊、衬衫或者是素色的 T 恤而已，可以穿脱式、洋葱式的穿法。然后好像会热到明天，然后后天礼拜四就开始转凉，大降温。长袖的衣服还是可以先买起来。我们现在好像在天气预报，因为天气真的说变就变，没办法，对，真的没办法。所以先让 Peggy 先来介绍她，我先介绍好。我这套上衣跟外套还有裤子都是这周的新品。然后上衣的话，其实有点算是隐藏版的基本款的上衣吧。它穿起来是很舒服的，它穿起来是比较有点贴身的。就是比较贴身的感觉，然后它是，但是它的弹性很好，是做坑条的。对，它是这一款是简约舒适感坑条圆领上衣，而且它好像有八个颜色，一二三四五六七个，七个颜色，对，有七个颜色，所以还蛮多颜色。然后它有分尺寸，我觉得灰色配深蓝很可。灰色应该是最基本的。上衣的话是下摆抽须衬衫，它还有红色的。衬衫，接下来就是衬衫。我觉得这个衬衫是故意做短版的，我觉得小资女好像也可以穿。它就是前面做短版，后面做前短后长。哎，它是做前短后长。你这样穿很慵懒哎，很舒服。对啊，好像就是，就算你不用扎进去，如果你单穿这件衬衫，然后扣起来，好像也可以。就是它是故意做不扎进去。这样很像假日。要去爬山的感觉。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不是就是爬山？好感女孩，好感女孩，简单的，是就是用基本款搭出好感女孩，就是不要太复杂的穿搭。好像这样的穿搭好像是让人很容易就亲近的。但我觉得类型，你现在身上重点要介绍应该是你的裤子吧？蛮多人在问裤子。先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细的，它是有抽须的，抽须，它是做抽须，然后有两个颜色，一个是红色，等一下红色也会穿，一个是深蓝色，我现在穿的是深蓝色，然后等一下可以会穿红色的，我觉得红色也蛮可爱，它蛮显白的。Peggy 身上穿的裤子的话是超弹力显瘦牛仔长裤，因为其实很多人问它的版型，还有它的喇叭裤的部分。那这个牛仔裤博士，我来为大家介绍。他现在老师，他现在穿深蓝色有点看不清楚。这个裤子有两个颜色，这个是深的，另外一个比较浅的是牛仔蓝。然后因为很多人在问他到底是直筒裤还是喇叭裤，因为我们上面是写801嘛，对，那其实它的。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的正面看起来是直筒的，有没有转到侧面一点？背面是，你看，看，看得到吗？有拍到吗？拍到吗？我觉得不知道看得到看不到。这个它后面这边转过来，副脚的地方是喇叭的形状，就是。然后根据就是我找了很多人试穿之后，他们都是觉得这个喇叭的这个裤型很修饰腿，就是如果你有小腿肌的话，穿这个的话，看起来就会把那个小腿肌藏起来。然后它的侧面，因为它的那一条线就是侧边的那一条线，它其实有点做斜切的感觉，就是会切到前面，对对对，这边对对对，就是这一条。它是故意
它的下面的车线是故意往里面这样。对对对对对。所以收到的客人不要觉得是瑕疵，因为它就是故意是去做修饰小腿。对，就是看那个看起来腿型会更好看一点。然后这件的弹性非常的好，然后通常牛仔裤如果弹性做很好的话，就是很难会有显瘦的效果。但是这款版型的话比较不一样，就是它又有弹性很好，但是又有修身的效果。然后我觉得它的裤长大，就是PS 系列呢，我们可以这样好看出来好短哦。你的那个镜头你要怎么样？好，就是我们 PS 系列啊，大家可以就是滑那个商品页面，下面都会有一个很详细的试穿表，那上面会写我们每个人的身高、体重、腰围、臀围、腿长，好像我记得也有写。腿长好像后来就有。然后呢，所以说我们就会写说这款裤子，我们这每个人穿起来的感觉，包括松紧的感觉，或是裤长到哪边。那我自己觉得这一件裤子是裤长偏长一点点，因为它前短后长。这件裤子算长耶。对，所以它后面比较长。我现在搭的是马靴，所以你可以配有跟的鞋子。现在冬天其实还蛮适合这样子，直接配。Peggy 你是穿什么尺寸？我是穿 S 号，对，然后 Peggy 是158公分，或者是你是腿比较长的女孩，或者是你是身高比较高的女生，我觉得这一件就是还蛮推荐。对啊，身高高的女生还可以穿。然后要讲一下这个，它是这礼拜的特价款，特价48，限时特价48小时。490，对，490。到明天早上10点。然后它的尺寸一样有做到 XL。SML 对对对，个尺寸。其实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有就是特别活动的特价款。嗯、这礼拜除了这个裤子之外，还有那个就是螺纹的那一件，大家应该都知道吧？是我身上这件吗？是啊，小高领。对，是特价290的那一件。已经没有了。其实那一件数量蛮多的，但是大家就是抢得很快，因为我们每个礼拜一上新品试店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款式是有做活动的。那很多人都会反映就是啊没有抢到，我就觉得可以就是礼拜一的时候就可以准时，因为其实我们特优惠的商品其实库存量是算很多的，所以才会做特价。因为卖完了，有的时候不确定能不能够补货，那没买到就很可惜。像这礼拜的话，那款就已经卖完，所以今天也不会有试穿。现在只剩下这礼拜的特价款，只剩下我们牛仔上的这个裤子是卖很好，是第二名。对对啊，我们牛仔裤也是卖很好。有人说他只抢到一色，这我觉得特价，对，特价真的是不能犹豫。有人说你腿很细，因为这是 PS 系，千挑万选，又有搭马靴。你可以跟大家分享啊，虽然你很瘦，可是你应该也是有穿过显胖的。有啊，这边我今天做的那件牛仔裤叫胖裤，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开始做牛仔裤都是以显瘦为主，如果不显瘦的牛仔裤，我们是就是不出了，然后也不会做了，所以我们现在牛仔裤都是就是要出之前，对，出之前大家都会先让大家试穿一轮，最瘦才能归类为 PS 系列。我自己是做裤子的人，如果我自己穿我觉得很胖的话，我就不会再进行第二步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买我们牛仔裤，然后至于长度跟臀围的部分的话，就是看我们的试穿报告。都来问说可以配小白鞋吗？牛仔裤。我刚好配小白鞋，但是我158公分，我配小白鞋之后我觉得有点长，就是看起来你的腿会有点笨重，所以这款裤子我不建议158公分以下的女生搭小白鞋，我会建议搭有跟的靴子会比较适合。但是160以上公分的女生的话，其实可以当成9分裤穿，或是你也可以搭马靴。哦，抱歉，没关系。搭马靴会看起来比例会更好，然后再配上短版的上衣或是短版的衬衫，让你整个脚是变成3:7。3:7，像3:7哦。好像还好，没有。有啦。开玩笑。还有要换可以介绍吗 ？Peggy 可以换下一套。好，接下来我要叫我的同伙们一起出来。Sugar 们 ，Sugar。这个是这礼拜我觉得很可爱的一个上衣，就是 Sugar 的，然后它有很多颜色，然后上面的那个字，它绣的字都有不一样的配色。因为我太高，因为我穿太高。然后今天送今天分享直播，今天的直播留言加公开分享，有要 tag 朋友吗？要。刚刚有人问你要不要去跟大家说一下，是在你的涂鸦墙分享的时候 tag， 不是在对对在分享的时候一起 tag。就是、我身上的这一件，我们三个身上的这一件 Sugar 颜色吗？是，颜色是自己挑吧，对，自己挑，自己挑。就是送这件 Sugar， 好看，有人因为这件很多人蛮喜欢的。
因为它没有做特价，可是就卖的还不错。对，然后因为配色很可爱吧？对啊，我觉得也很符合，因为形象有达到这个红色的。因为我礼拜五那个预告的时候，很多人在问这一件，对啊。然后它很符合今天直播的主题，就是好感性基本款的衣服，然后搭配出好感的感觉。要不要从雅先开始？就一个一个来介绍。我今天穿的就是上面是配运动风的裙子，然后现在这个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侧边有配色。然后它的那个扣子是可以打开。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它是这边是开扣的。然后可以扣起来，自己可以扣起来，但是因为我其实刚才是扣起来，可是我走就打开了。对，走着刚才不知道在干嘛，他突然就不要开了，这样。但好像比较。雅雅现在身上穿的裙子是运动风下开扣中长裙，这样。不想要太甜的女生好像就可以帽 T 配这种运动风的裙子。对，然后像上次我自己穿是穿全黑。就是上面的帽T也是配黑色的，那如果想要比较亮一点的，就是配有颜色的上衣。然后如果比较冷的话，我可能外面就会加飞行外套或者是牛仔外套，这样。然后它整个放下来的样子，就是好像也不会到很长吧，對，因为雅雅是153公分吧。你现在是在说她矮吗？没有，我意思是说小只女孩也可以穿，好吗？有人在问雅雅的帽子，雅雅的帽子是之后的新品哦，对，之后的新品。然后因为我去拿这个帽子，是因为它刚好上面有格纹，红色条，然后刚好配到上衣。哇，你好多好小巧思哎！想看新品牛仔裤，刚刚穿完哦。哪个颜色？这颜色显气色好，是雅雅本来气色就好。还好这样。然后如果想要比较休闲的，它其实下半身也可以搭裤子，就是或者布鞋、运动鞋也可以。我昨天看 Molly 是穿这个上衣配就是牛仔裤，也很休闲。它是配牛仔裤，它配显瘦的牛仔裤，看起来比例也是好的。然后这个。这个是跟之前的帽 T 比较不一样哦，它是做宽版，然后有一点点绒，就是雾面的，就有点很像缎带的那种感觉，拆礼物的感觉。是宽松版型吗？是问上衣还是裙子啊？刚才 Peggy 牛仔裤是穿 S 号哦，那上衣其实不会不算太宽松，就是这样子，长度也没有过长或过短，就正常。对。然后裙子我穿的时候，腰围会有一点点松，就是腰。但它是可以调的吗？不能。它不行，它是后面的拉链。有人问说帽子戴起来长什么样子？是说帽 T 吗？帽 T。还要示范给大家。帽 T 戴起来什么样子？是我要先拿掉帽子是吧？你先。没有，你就直接一起戴起来就好。不然你一起戴起来。拿什么？一起戴起来，直接戴。你要先吗？好，我先。雅洁。下身是比较田园的格子风，因为我不想要就是冬天有点暗沉，所以我就会选，就还是想要有一点点甜的感觉啊。然后我不想要暗暗的，所以我就搭比较亮的颜色。雅洁身上穿的裙子是韩优感打折鱼尾格纹裙，有黑色跟红色，而且它下面就是有点做那个伞状的，就是，然后它上面也有点皱，就是抓皱，这样就整个蓬蓬的 A 字裙。我觉得这样搭也很可爱耶。帽子是这礼拜的新品。不是帽子是之前卖的，已经没有了，已经卖完了，好吧。它是有别款，可是它这个黑色的 Sugar 的这个 T， 它是配粉红色的字，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看。像它那个粉，你要近一点，那个粉它其实没有到，很像这次版面的那个。曝光了，太亮了。对，这样大家这样可以看吗？黑配粉也是很可爱，很可爱，就是版面的颜色。对，我们这一版版面的，对。可爱，就是好像有点就是甜美，然后要略带一种个性感的女孩。对，我好像很少看雅洁穿黑色，对，超少。因为其实我自己不太喜欢黑色，但是我觉得这件穿起来是我觉得可爱，所以我你会买这一套吗？会，因为穿起来是很可爱的。就是这一套是你最近想要转的那种风格吗？就是有一点点有个性，对，有点甜美，又有点个性。而且就是它这个松紧，它是有做这个，就是一般的帽T好像都不会有。哦，它就不会那个虚掉。对对对对对。怎样搭？
你可以跟他一起，我怕你害羞。刚刚有人想看帽子，有人想看帽T戴起来的样子，但是因为我刚才戴帽子，其实刘海有点。但是因为雅雅就是大家想要看什么牙都会帮大家达成，真的是真的是有求必应哎，就是这样。上衣不是长版哦，上衣是正常版，对正常的。这是没有刘海，戴起来的样子。这也蛮可爱的，而且你们这样蛮可爱的，其实截图截图可以遮雨。这最近不是下雨吗？我去买下一套。好哦，换我介绍。其实我自己本人昨天就是穿这样，一模一样，配这个靴子。这样会觉得我很脏吗？我昨天也穿的。我穿身上的这一件，它是米色的，然后配的袖的字是深，不是黑色哦，是咖啡色。我喜欢它的配色，它的配色好可爱哦。好像拍不出来，它是深咖啡色，就是它的是咖啡色配米色，好像有点像黑色，好可爱哦。这是米配深咖啡，然后我配的裙子也是这一拜的新品，是冬日质感绒面百褶长裙，然后它还有黄色，它的布面是有一点像。它是绒布的那一种，麂皮的那一种，对，这样拍得到吗？好像拍不到。我是看那个官网是这样搭的，对，我们的搭配是这样搭的。昨天也是这样穿，啊，但是我昨天是穿小白鞋。啊，对对对对对对，啊，你还有配一个黄色米黄色的袜子，米黄色的，超可爱的。我是156公分，然后其实我以前没有穿过中长裙。因为我屁股很大，对我好像很少看到，因为我屁股很大，所以其实不是很适合穿。但你穿这件应该还好吧？但我觉得这件算是，当然我本来屁股还是很大，但是我就说相对之下这一件算是不怎么显屁股的，就算蛮修饰的。对，然后它的长度大概是到我小腿肚的一半，但是我现在配的是有跟的鞋子，因为其实同色系搭就是最不会出错的，而且也很可爱。帽这个帽子。是，哎，好像已经卖完了哈。然后我就是卖完了，对不对？对，补货也卖完。这个咖啡色，我觉得很秋冬。所以有人说小编都很瘦，肉女生可以穿吗？第一个我上半身也很肉，第二个这件上衣有分尺寸 S 跟 M， 对吗？对对对。然后大家在网购衣服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先知道自己的身体尺寸，可以先在家里用。卷尺来看自己的各个地方，比如说胸围、腰围、臀围啊。其实看我们的尺寸表，就是平量是最准确的。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喜欢看试穿人员，但是其实大家知道身高体重一样，也不代表身形一样。你这样有点好笑。好，我这套可以穿牛仔裤是什么尺寸？官网上面那个商品页面下面有我的那个。试穿的那个，我今这礼拜的这一款是穿 S 号，可是有的时候是穿 M 号，所以大家可以仔细的去看那个表格。这礼拜的那款我是穿 S 号。好，我们 Peggy 第二套好了。欸，是眼镜很奇怪，是不是？对。在出场前我先。好像学院风的感觉，因为这套刚我是临时换成裙子，不然我原本是搭梗。哦，这个， 对，这个算比较宽松一点，所以我会建议大家下半身会搭配比较合身一点的搭配会比较好。这一件的话，这一件上衣呢是上礼拜我们在做彩妆、小羊穿的时候，超多小羊穿紫色，大家一直疯狂问的就是这一件，但我们现在手边没有紫色，只剩灰色、紫色。小羊雅洁有啊，雅洁有紫色，他刚刚就是这款有两个颜色，灰色跟紫色。现在 Peggy 穿的是灰色，现在穿的是灰色，而且其实它好像可以两穿。它就是一个是藏进去嘛，对，对，还是一个是立起来，它其实可以立起来，好像都可以，然后也可以放下来，就是、下来都可以。然后很多人问这个是真两件还是假两件，它是假两件，它是拼在一起的。它跟这礼拜特价的那款有一点点像，只是它这个是睫毛蕾丝，然后蕾丝拼的比较长。嗯，然后这礼拜特价那个是卷边的，还蛮特别的，就是买卷边。所以卷边的那个如果卖完了，但你还是很想要大学拼的拼接的话，就可以买这一件了。这个会，这件官网还有货，比较软，会垂下来。然后我现在戴的贝雷帽一样是这礼拜的新品，然后它还有黑色的，黑色已经卖完了，哦，黑色已经就是剩下灰色跟驼色，然后我自己是买驼色。然后这边的话，因为它有做那个皮革，然后它后面有做那个调节的绳子，哦，所以可以调的头围是可以做调整的。那我现在
不太想拿下，因为我刚刚有点难戴，就是好像要有一点技巧去戴那个贝雷帽，因为它偏软。然后大家刚雅雅教我，如果大家收到那个有那个气泡纸的话，大家收到贝雷帽有气泡纸，里面有气泡纸，可以先不要丢掉，藏在里面，就是藏在头顶，就让它看起来会比较蓬蓬。有人说上衣灰色也很好看，灰色这样搭，对啊，这个裙子也是这一拜的，然后它是百褶的。它还有驼色，驼色等一下雅雅会穿。然后它这件很特别，是它里面是做它的内里是做内里裤。你不要先讲吧，刚不要不要先讲吧。它是内里裤，然后就是你不怕走光，然后也不用搭安全裤。然后它的材质是很有质感，很有磅数，是磅数嘛，反正就是很有，就是算是厚的，算是厚的。毛就是刷也不是说刷毛，它就是比较厚的，比较厚一点的材质。对，然后它的百褶，我现在穿黑色好像看不太出来它的百褶，但是它百褶是很可爱的百褶。对，然后腰围的部分的话，我穿着是刚刚好，就是 S 号158公分，45公斤。Cindy 说从上礼拜就觉得 Peggy 好像变漂亮了，真假的？耶、yeah. ！然后就是这个腰围是合的。就是你也不用去改上衣，感觉很舒服。上衣穿起来那个会刺刺的吗？上衣不会啊，它上衣里面是做刷毛的哦、就是，所以它也是算是保暖的。它是很暖的，因为好像很少大学T会做拼接的蕾丝。对啊，这件就其实还蛮特别的。这件里面是做刷毛，而且它的下摆是做松紧，它是做松紧带的，就是直接感觉很像有扎起来。就是如果你如果没有要扎的话，你往上拉，然后再去。这样子反折就感觉很像扎衣服，看起来就很像扎衣服，就是很有抛粉。因为现在冬天的上衣很多都很厚，所以如果你扎进去的话，就看起来肚子这边就会凸一块，就是你这整个腰围就会凸一块。所以现在冬天的衣服做，如果做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就你就不用扎进去了，但是又有扎进去的效果，进来，所以还不错。然后雅雅现在穿的是米色的，对，因为刚刚在外面一直 Q 雅雅进来，她一直不进来。雅雅是几公分啊？153的。然后她的你看那个百褶，因为黑色其实他们两个其实穿同一件，但看不太出来。但是我腰穿起来是刚好，我也是啊，还有一点，因为她那个百褶做的很可爱。对，你百褶里面是安全裤。有啊，我刚才掀起来，对他刚才还不太还想掀起来，我掀到不行，因为里面是卡其的，有点浅，看掀起来看到那个，因为他的那个摆着，你要转一圈吗？你干嘛害羞了呀？他其实只有做到这边而已，下面是直接用压的，所以没有下面是散的，所以如果。应该是说它这边是合身，然后下面再散下来，看起来就会比较，好像比较显瘦、欸，比较 lady， 比较应该看起来比较瘦吧？对啊，看起来比较落魄。哈哈哈哈哈！像这个造词吗？好笑，比较活泼。我上面搭的是另外一款帽 T， 因为这个礼拜很多休闲感条纹帽 T、嗯。对，然后牙刷的话是咖色的。还有蓝色跟，然后还有蓝色跟红色，牙也是跟可鱼一样是同色系的穿搭。对，我连帽子也是大同色，还有靴子也是同色系的。对，然后它是拉链的，不是哦，裙子是拉链的，对，侧边拉链，做拉链的设计。嗯，所以如果怕穿起来会太大或太小的，就是可以看一下尺寸。童颜雅雅。孩子王。这个是只有做单层而已，比较没有像刚才那一个是有厚度有分量。哦，这个是比较薄的。对，嗯，然后是有一点点，它是有点像宽，有一点点竹节那种感觉。哦，对，哦，如果今天穿这个应该刚好吧，应该就不会太热，还是。嗯，看脚可能会冷。我觉得今天真的太热，我觉得今天要穿无袖比较好。今天可以穿无袖，可是其实在办公室里面还是有一点点冷。好，那我们换下一个客鱼，不是我，谁？雅洁，等一下哦，大家稍等一下，
对，那换谁？我也还不是我，你先 cover 一下。我还戴眼镜，还是会奇怪吗？这是我们之前的秀智的眼镜，可是已经好像已经买完，已经卖完了。这次新品有羽绒外套吗？没有。我知道了，我现在来回答一下大家很常问的几个问题好了。第一个，羽绒外套是之后的商品，但是还没有上。第二个，我们没有实体店面。没有这个 Roro 吗？还没有错过羽绒外套，还没有上，没有上。我也是，每次新品都很少，对啊。哎，他已经试了，我已经试。下一位，就自己在那边剪辑。好，好可爱。今天穿的是一件式的帽 T， 它好像是两入七九八。就是这礼拜除了 Sugar 的那个帽 T 之外，还有这一件，这叫自在感连帽长宽版，宽袖长版上衣。Sugar 的那个它是正常长版，因为它其实算是长版。这一件就是长版的了。对，而且它好像就是可以一件这样套出。对啊，然后就因为我觉得这件好像很划算。小杨去美国好像每天都会，我看他每天都有穿这件。如果大家有看小杨的 IG 的话，就可以看到他都会搭就是那个长靴，他黑色过膝靴，过膝靴。这个有黑色吗？这有黑色，有也蛮好看的、啊。对，有黑色，它有四个颜色，有卡其、黑色、紫色跟米色。请问 Peggy 身高158，我们这礼拜有很多特价的商品哎，好像我们这礼拜也很多，就是连帽的大雪T。这礼拜我有被烧到。我今天包裹，我今天原购是不是很大包？对啊，大包的，真的，今天 Peggy 的原购是大家里面最多点的。因为我这个月都没有买原购，一次把它买完。好，要接。然后而且它后面是有帽子，就觉得这样好像也蛮可爱，就是一个基本搭。因为其实官网是那个 model 里面是搭长裙，因为 model 太高了。对，如果高的人的话，它是搭长裙的话是有点多层次的感觉，可爱。对，下衣洋装，下衣时装。对，下衣时装。而且这一件才399块，露腿系女，399块，很便宜耶。特价到明天吗？这些东西没有，这个是组合价哦。特价款是已经卖完的那个，跟你刚刚穿的牛仔裤。里面有刷毛吗？是不是里面它没有刷毛，它就是绒布吧？对，一般的。你很热吗？有一点，它摸起来有一点烫。而且刚刚要直播前，人家就还写了小抄，他超级用心的，超级用心的。我跟 Peggy 都，我们都随性，超级用心，讲错话，要先 re 过稿，脱稿讲话。好，那换下一位吧。最后一位，没有啊，雅雅还有一套。雅雅，那你先介绍你的好了。我这样好像大，好像很一样。我这个里面的这个衬衫就是刚刚 Peggy 穿的那件，它是穿里面灰色 T 恤，然后外面这个穿，来当外套，对，当衬衫外套。为什么要叫我？然后我是把它穿在里面，然后露一点领子出来。然后我身上这件大雪T也是这礼拜的隐藏版新品，就是。可能很多人没有发现它是这一拜的，它是自在感开叉长版上衣，它也是很蛮多颜色，它侧边有开叉。对，我穿的是粉红色，它还有黑色、卡其色、可可咖跟芥黄，还有紫，好多。对、啊，我穿粉红 色，然后里面配的是红色的衬衫，就是也是有一点同色系搭配。然后帽子也是粉红色，然后因为、它这个有点不能单穿，因为它开叉开得很高。所以我里面就是随便搭了一个，对，因为它侧边的话开叉，所以没办法单穿。如果是上学或者是可能住可能还没有那么冷的地方，因为台北比较冷嘛，还没有那么冷的地方，其实好像可以就是上半身穿保暖一点，然后下半身就是露腿。对啊，像今天的天气，而且搭那个帆布鞋好可爱、这也是很你刚跳了一下，是不是好感性女孩嘛？所以我要活泼一点的。对啊，这样可遇相搭。但这个粉色它是有点像那种。泡泡粉是很温柔的颜色，它也不会到太粉。我好像很久没有穿粉红色，好像这个秋冬好像都穿卡其色，但这个也是蛮可爱的。你好像很这里的天气忽冷忽热，你那边是哪里？跟我分享一下。所以这一拜我们就是介绍，这一拜直播就是介绍了很多基本款，就是帽 T、
宿舍 T 恤，对，衬衫，就是其实大家家里应该都会有大学 T， 就是大家可以活用家里的来搭。这个衬衫红色，不管是红色或是蓝色，因为它配的线条，就是它配的线条的颜色，其实都还蛮百搭我们的单品。比如说可鱼现在这个红色配卡其色的线，然后我们就可以搭毛料的背心，或是外面罩卡其色的那个大学T之类的。然后蓝色的话可能就是也是可以配背心或是配大学T之类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衬衫是还蛮百搭，就是不管你是内搭或是单穿或是当外套去穿，而且它一样都会有做抽须的，就是它抽须其实我现在没办法先给先可以可以先可以了就是它领子跟下摆都是做抽须的，它的下摆是有抽须的，很浅一点，下摆是有抽须的，好像看不到。然后领口也是有抽须的，就是做有一点率性的感觉。宜兰也忽冷忽热。对啊，昨天还很冷哎、欸，昨天很冷。对啊，因为今天，昨天我是穿我刚刚那一套，然后还加长。昨天超冷，在发抖，会发抖的那种。对啊，然后今天刚刚中午出去，我以为我要中暑。但我们还闲情逸致。所以这一件大雪 T 好像也是可以买，它的袖子是长长的，然后。长度也是我156穿起来到大腿一半左右，然后侧边有开一个叉，所以如果你是配长裤也不用怕比例看起来会变不好，因为它这边有开叉。这也可以配长裙、啊、有人说口红颜色好好看，你是用是用布朗尼吗？不是口红是3CE 的。然后等一下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讲，非常的重要。有人问明天有没有新品，对，大家一定要，但是我要先等，我要先等雅雅穿完她最后一套，我再来跟大家讲一个，大家讲一个这个重要的消息。只有这两种颜色吗？衬衫吗？衬衫只有两种颜色，可是大学T有很多颜色哦。雅雅来了。快，下面我们。明天上台妆，想看格纹修身长裤，刚不是有人穿？没有，后来换掉了。不知道。那你要有要换吗？好，现在雅雅可以开始介绍。好，我你的上衣是刚刚 Peggy 有穿灰色的那一件吗？灰色修身什么？哎，他写什么？他写什么？没定。剩20趴还是10趴？剩20趴。对，这一件雅雅现在身上穿的这件上衣，就是刚刚 Peggy 搭在蓝色，就是搭在这个蓝色衬衫里面灰色的同一件。然后我穿的是粉色的吧，浅粉，还有点雾粉。对，就是其实跟看起来应该是显白的吧，看起来有点类似肤色。对，然后因为我也是穿搭同色系的，就是穿比较。粉色雾粉的洋装去搭配这一个，然后这个洋装它是可以直接套进去的，就是我穿起来是这样，有一点点松松的宽松，穿起来。然后我也是搭了个纹帽子，然后背心，身上的这个裙子是复古甜美丝绒细肩带洋装，所以它也是丝绒材质，它有一点绒面的，就是看这样看得出来吗？可以看这周的紫色长版帽 T 被小杨带去美国喽。哦，刚刚还那个刚刚雅洁穿的那一件，然后这个还有一个色是黑色的，这个然后两侧是没有口袋的。你153穿起来长度到膝盖，到膝盖这样，然后它肩带是不可以调的，就是穿对穿起来的长度就是这样子，如果比较高的人。穿起来会再短一点，然后它这个里面其实是可以再搭更厚，就是更冷的时候是可以搭更厚的，它是有空间可以搭厚的那种上衣的。对，因为我穿这件很小心哦，很薄，这里面是可以容纳穿针织的分量，然后还其实也还可以加外套在外面。对，这样。洋葱式穿法。对。雅雅这件话是复古甜美丝绒细肩带洋装，它还有黑色的。对。然后前领口是做有点点 V 领的，后面是做平的样子，然后搭浅，想看牛仔浅色裤子是什么？牛仔浅，刚刚配你穿的那个，因
第一套。那等拉回去。对，这等重播的时候再看。然后佩蒂还有换了一件。对，刚有人说想看格纹裤，对我现在穿格纹裤给大家看，是大概是这种感觉。然后我没有再配高靴了，所以长度的话就是会比较准一点。我是158公分的话，长度刚好到，这是哪里啊？脚踝吧。Peggy 现在身上穿的这个上衣是简约小高领蓬蓬袖上衣，上个礼拜在做彩妆直播的时候她穿的是红色，我是穿橘色的，就是橘色、嗯、就超多人问的就是这一件。對對對，那这一件是黑色的，这件是黑色，像黑色。然后我自己也有买橘色， 我自己也有买那一整套就把它买下来。好，然后格纹裤的话腰围我觉得好像是算舒适，就是不会太松也不会很紧，就是刚刚好，就是我这样拉大概是这样感觉。你穿的好像是蓝格耶、欸、对，我上次穿蓝格啊，应该配黑格才对，因为我上面是黑色的。没关系啊，这样很执行，好像很执行，要配眼镜。嗯，然后好像上班也可以这样子穿耶、欸、如果再搭针织的外套之类的，蓬袖的外套。这一件真的是你上礼拜直播就是被问烦、嗯，配那个花裙，也有人问我那个花裙是不是上礼拜上架过，我说哎、欸，好像是这礼拜才要上架，就是买错。对，好，大概是这样，让大家看一下礼物。然后他有做口袋，再让大家看一下今天送的礼物。Sugar， 刚刚有穿这首，好像没有，对不对？今天直播快要结束咯，就是公开分享加留言的话，今天抽的奖品是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有示范三色的 Sugar 帽 T。 嗯，想要我们快点，我们快要结束了。然后在结束之前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哎、欸嗯，我们上个礼拜三不是有上我们彩妆系列 Ermami 的礼盒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抢到。你有抢到吗？嗯，我有一度想快抢到了，但是好像后来就档期。然后那个时候礼盒就是有口红、嗯、眼影盘跟刷具嘛，然后还有很可爱的包装跟就是盒子、嗯、对，里面还有爱心、嗯、对，那个盒子也是很有质感的盒子。对，然后就很多人就是反映说他们没有抢到，然后所以说这边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嗯、就是明天早上10点呢，大家可以到官网看看哦。我们会上，要说单品单卖的，我是想说可以讲到哪一个程度。所以明天、嗯，所以之前没有抢到的，明天早上10点，官网会有彩妆的 Ermami 系列的单卖，就是口红跟眼影盘，然后也会有做优惠的活动。所以如果之前没有抢到呢，还是想要试试看的朋友们，明天早上，很多人说没有抢到焦糖木，没有抢到焦糖布朗尼，所以明天都两支口红都有颜色是吗？就是都会有，对，就是但是是单卖，就是单卖。礼盒制作的时候就是有，就是包括那个盒子啊，还有里面的，就是这些袋子都是有，就是数量限、嗯、限量的，就是当初制作就是这样。嗯、所以但是现在就是单卖，但是它是有做别的优惠、嗯，所以明天早上10点也是可以到官网来看看。刚刚有人在问，明天会不会有新品？明天就是会有 Ermami 的单卖。好，所以这直播好像差不多可以结束了。好，那大家再给大家看一次，礼物是这个，可以自己选色的礼物。红色、卡其色跟白色，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咯，拜拜拜拜。